你出现就沉醉了时间。你暴女，变形暴女。点了还点了这个东西。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。这是我的天赋，从人。这个皮肤有点帅啊。下路可能抓不了。诶，什么鬼？那女鬼咋歪了？他们只要不压得太过。这个线我肯定要来的，这线肯定要来的，还有蛤蟆可以吃，已经交出了闪现了。哦，我好烦！哎，我好烦！적을처치했습니다这波连助攻都没有，还交个闪。他放眼。他应该把我东西给偷了吧？蓝应该是，我偷他一个蛤蟆。拉的有点慢。
这个小兵。还有点谨慎，强行杀人了，我们要强行杀人了，下路两个都没闪。可以。可以。这把下路很强势。一字长蛇阵，麻起来。红八五不要，很尴尬。他不能上路，他来就死了。我把你野怪全部偷完，看你怎么办。文杀他，我能秒他。这个中路搞事，不然这豹女死了，豹女就是被秒的事情，真的。算了，这把反正优势大，也无所谓，千六。神奈德利崩了呀，他上路这一波被我那个为什么闪现，那肯定不给他拖啊，他把我大招拖了，他跟我不没了吗？哎，我大招能追人的呀，
哎，你真的，你们这个想的太简单了呀！啊哈，我给他凑了，我就没了呀，对吧？肯定不能给他凑，他偷太浓大，我也危险。强行搞他一波，不敢上，行，真爆女崩了，真爆女崩了，爆女没得玩了，这把野区碾压，感谢中景珠宝的飞机，谢谢。好，上路要阵亡一波了，是时候阵亡一波了。这条水龙而已，我被发现了。哇，你不叫W 吗？他一号胆子好大啊，他胆子好大啊，九级的一个赛，你开玩笑，爸爸级别的人存在，没事，不用怕，随便打，这把随便打。我现在是无敌的，我现在是无敌的。没事，很尴尬。看不到我，哎，我没舍得擦眼，我就知道很有可能看不到，我这个眼都暗了，但我没舍得放。
没舍得放，因为我的地金属它在不动的时候我是听不到的。我把这个 EZ 给炸了，九级的 EZ 瑞尔没了。交闪现换我闪啊，峡谷我们吃了，这个位置你跑不了了呀。想躲我的这个西飞，没事，我们吃峡谷一样。峡谷吃了，找机会带他一个二塔。这样不着急啊，我们看看能不能阴一波。现在放不太合适，我看看下路能不能偷袭一波。可以，再收一个了。OK， 任务完成，超赚。怎么说？香港大龙。可以投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出。再来个秒点，好，来，看看怎么说，有没有机会？航母线团战打不过。除了这个塞拉斯厉害一点，
邓奶妈想过来插大龙眼，被我抓住。我们下去，偷一层。如果他们来，我们就跑。打他们一个不注意。乖吧，这么刁的吗？小龙，小龙。趁他们不备，把这个大龙给摸了。火龙很舒服，很舒服。没艺术来，我靠！没艺术来，尴尬。直接叫金身他死不了，我必须要艺术来再叫。没艺术来就被秒了，我靠！还是得我先死。这波只有我能开，队友不好开，只要开起来他们就输，肯定输，打不过的。Portable Pages. OK， 搞定。저게억제기를파괴했습니다。这不叫混，知道吧？挖掘机这种就是一个非常，稳健的打法，我跟你讲，这种打法其实很流行的。你不要以为好像挖掘机我就没抓人，对吧？这好像不是没什么用，其实你错了。这种挖掘机在优势的情况下很稳的，随便打。非常的稳健。稳如一匹老狗。你就看我用这种方式能连赢五盘，你信不信？运气好的话连赢五盘，运气不好的话连赢个三盘，肯定没问题。因为这种敌人想要赢你的话，除非你队友狠了，你不抓队友不浪，你到中期无敌。你像刚才对方豹女其实已经崩了，你别看他杀五个人没用的，他其实已经崩了。
只是他这两波抓到了头了，哎，搞了五个头而已，不然他一路碾压，然后我就会把他的塔龙全部收掉，明白吧？算了，我还是稳一点。如果你非要觉得我是躺赢的话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我就这么点血，你敢不敢过来？过来就秒你，不信你试一下。嘿嘿嘿嘿，哎。结束。我知道你们可能不认可这种打法，但是你看上去可能没什么用，你知道吧？你只是看上去没什么用，其实这把不用不到我，哎，用不到我，因为我在前期把他的这个野区反完之后，他就很难打，他只能靠赌了，他只能赌。但是他赌赢了，赌赢了而已，几波 gank 都抓到人了，好吧。OK， 再赢一把。